是韩国糖饼，它的步骤首先先加水，再加面粉，然后再加它的糖粉，然后放到锅子里面煮一煮，然后就会做出来好吃的糖饼咯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做咯。糖饼我从来没有吃过，第一次吃。它这个步骤啊非常简单，它就是呢，我们参考中文翻译的部分，就是呢，它把酵母粉浓入 180cc 的温水，这个温水的话，我们用 120cc 的冷水加60cc 的热水调和，就会变成大概40度到45度，一定要这个温度才能发酵。然后搅拌均匀以后，静置10分钟，让它发酵以后，我们再把它分成八球。那现在呢，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打开看看。虽然有去过韩国，但是从来没有去吃过，从来没有吃过韩国的糖饼。打开以后看到有三包哈。三包，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！韩文真的是看不懂。Oh、my God，What？ 啊，最后有一包这个，一包粉。OK。这个粉上面贴这个，你可以拿下来。我觉得呢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面粉。哦，这个是那个酵母菌。这是酵母菌，这是酵母粉，然后这个上面又我跟你再介绍一下，用40到45度 C 酵母粉加这一包吧，对啊，这296克应该是面粉，然后这个东西100克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糖粉，对，这一包应该是糖粉，虽然上面连一个英文都没有，完全是在看，哦，有啦，这边有英文，我知道，这一包应该呢，哦，这边有英文啊。它这边有肉桂糖粉，很多的量，分八球，那每一个里面的馅应该都还蛮丰富的。酵母，那你先把这包面粉放到上面写出来。耶，两个都写一样子。快做成一座北极山了。40度左右的 180cc 的水， 我再确认一下，是把这个小包的溶解在酵母粉里面，然后再打进去，你打来看，你把它倒到这边让它先融化，然后再把这个水倒到面粉里面。太烫可能效果就死了。要开始倒了，倒完了，要把它拌进面团。好，要让它变面团，等下可能用手下去搓，搓成像一球的面，然后慢慢发酵。看来这不用手搓不行，来吧。放在碗里搓，不是拿在手上搓好吗？好。等一下，还要分成八个小球球。请不要把食物当作史莱姆在玩，放下它。让它躺10分钟发酵，
从现在开始计时十分钟，好，放开它。十分钟后，我们再把它分成八小球。OK，OK，OK。其实我觉得半小时计时十分，半小时计十分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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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半小时啊，十分钟的时间啊。真的好像是真是要把这个糖粉倒出来。它的样子长这样啊？长什么样子？你倒出来就看得到了。好香的肉桂味道，里面还有故意有颗粒的感觉。这样吃起来可能会比较有层次。那颗粒是什么啊？米吗？看起来好像花生。嗯，对啊，应该是坚果类的东西。对啊，糖加肉桂，还有一些坚果。我们家超多坚果，如果塞坚果进去应该不错了。看发酵，它整个就是温温的，发酵应该差不多了。他说十分钟就十分钟了。然后手要先抹这个油，才不会粘在手上。嗯，那你抹啊。好，沾一沾，搓一搓。你的手下有没有油油的？有，再沾一点吧，它很浓重，我也沾一点。这已经超油了。超油，对，把面团拿出来。好，上面是写说要分成还是软八等份，当然是软的，怕它变成软 Q 软 Q 的。好难热，好难热呀！可是你抹了油就不会粘住。喂喂，先把它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子。我先把它分成八球，然后你再把它揉成球球。好，变得很有弹性，有没有？很有弹性，这就是加了酵母粉。但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吃，我把它分小球一点，这样我们可以做比较多个。我快，那你扶住好不好？一球，两球，三球，五球。啊，就是拿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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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压扁，中间放入馅。你压扁、啊，怎么不压扁？拿一颗来压扁。这颗。嗯，压扁。馅馅馅，这个是这么多馅要包完、啊，分配一下吧。包一层。它包出来。然后呢？据说要从。把它封起来，可能需要点技术嘛。哦，哎，哪有能这样这么粗暴一下就好？封起来，哎，封好，封好，然后再把它封好，然后再把它压扁。哎，不是压扁，是这样压扁。封好，封好，啊，封口，封好。那等一下封口要先下去煎。等一下我会先煎这一面，然后糖就包在里面。哇哦，完成一个嘞！八颗都捏好，我们开始煎。现在已经热锅，然后呢，转小火。他说用
我们刚才坐着的这面就要去煎。它怎么快开了？把它封起来。成了我们的汤饼，热腾腾的，香乎乎的，好吃哦！挑一块最大块的来吃。好。看看刚才，好 Q， 讲讲，哇，很美味。妹妹要放一颗坚果吃。好好吃哦，对啊，而且还有花生的香味，非常好吃，好香好热，好好吃，好 Q 哦，最适合冬天吃，好温暖，好吃，很温暖的肉桂，这实在太棒，真的太棒，加坚果更好吃，对不对？很适合加坚果，超级，很好吃哎。超推荐的，非常棒！没想到第一次做会成功。因为我没有照上面的武功秘籍，这真的太棒了，非常推荐。看，拜拜！拜拜。你说肉桂才是重点，肉桂才是重点。